大家好，我是善意，欢迎来到善意讲装修。今天我们又在工地现场跟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要看一下工地现场已经进行到中期，到底有什么问题。之前好多同学问我说，这个墙面如果要做抗裂处理的话应该怎么操作呢？今天正好咱们现场有一个不是正常的工序但是已经做好的位置给大家讲一下。看啊，这个位置手里面拿的像草穗一样的东西啊，也有点像玻璃丝啊。其实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纤维网格布，里面能看到比较典型的是像井字一样的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的网格啊，网格布。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在高楼大厦里面用的是混凝土砂浆钢筋，在里面是起到一个加筋抗裂的作用。那在我们墙面的这个表面这一层里面啊，也需要加一些加筋抗裂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纤维网格布啊，它能起到的作用就是防止这个材料出现各个层面的应力的时候，然后呢它能够抵抗那些应力，不至于让这个墙面啊会在楼体稍微有点点错动，或者是出现一些表面的有一些冲击的时候，然后马上就会开裂，由于底下有它的保护就会好一些。那我们今天看到了很多工人其实在工地现场喜欢使用的网格布啊要比这个质量差一些。差在哪儿呢？做个小演示啊，看这个其实是很难撕断的，拽也拽不断，还是比较结实的，可能手里只要还要拿着刀才能把它给拉断。但是现在我们如果包括咱们业主同学自己去建材市场去买的时候，你可能能买到的很多的网格布是那种拿过来之后用手一撕就能撕断的，那种的网格布其实没有什么作用，就白做啊，做了也白做。那为什么工人或者说为什么市场上有这种产品呢？就是因为用起来方便啊。这种呢，因为你手撕不断，所以工人想要把它弄断的话呢，就需要手里面还要有一个比较锋利的裁纸刀一类的东西，然后才能随时把它切断，或者是有一个比较锋利的一个抹刀或者是铲刀才能把它切断。那这样的话操作难度就会比那种用手一撕就断了的要复杂很多。但是对于我们业主同学来讲，很显然只有结实对我们才是最有利的。抗裂纤维网格布啊，也叫玻璃纤维网格布，简称玻纤网格布或玻纤布。线下整体还是面向普通工人为主，很多啊都是那种一撕就断了啊。线上这两年呢，开始有追求品质的产品出现了，建议大家首选网购。在用料上啊，类似于铜板纸，网格布的这个用料扎实程度也可以用克数来表示，指的是呢每平米成品的重量。市面上最差的呢有80克的，好一些的一般是160克以上的，而适合外墙使用的一般要达到300克以上。在原料方面，我们身边啊很多化工原料都会有所谓的叫新料和旧料之分，这个玻纤网格布呢也不例外。简单粗暴的区分方式就是，新料的颜色啊会比较白，而且啊里外的颜色是一致的，不是单纯的外面刷的白啊。而旧料的颜色呢就是偏灰暗一点，就算外面偏白，你给它切断了一看断口啊，里面还是灰的。咱们工地现场看到的这个呢应该就是80克左右，但是呢不是纯新料啊，里边的新料的比例啊相对来讲还多一点啊，旧料的含量没有那么大，这样的一种玻纤网格布。这个整体的质量呢依然属于是中下档啊，工程用的嘛。大家自己要买的话尽量买质量更好一些的来使用。考大家一个小常识啊，这个开关和这个插座的盒这个预留的位置是多大的？瓷砖预留的插座啊很有可能会存在问题。存在什么问题呢？有几个啊，一个呢就是留小了，因为这个所有的这个开的这个位置啊全都是工人手工开的，所以很有可能它由于计算失误开小了，开小了就导致你这个开关和插座想往上装的时候会特别的麻烦。还有一种呢就是它在切的时候啊，由于这个边角切的不齐，所以会留下来很多的像外延的一些很丑的地方，然后你在装完了整个的开关和插座之后还盖不住，但是那种概率就比较小啊。今天我在现场没有看到
啊，这个呢尺寸应该是没问题，装正常装是没问题的。这个位置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是一个地漏啊，是一个地漏。现在呢墙砖马上就要铺完了，马上要开始铺地砖了。你们猜猜我这个业主朋友啊，他知不知道自己家马上就要用到地漏了？地漏是一个五金啊，或者讲叫卫浴五金产品，那跟水龙头啊、花洒呀、啊，往往是在同一个店里来销售的，所以很多业主同学都会觉得，好像地漏就是跟水龙头啊那些一起买啊，最后一起装就 OK 了。但实际上不是，地漏是需要在铺贴地砖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然后工人呢就会在铺地砖的同时，就会把地漏在这里面也装好。但是如果是你不知道这个时间需要用到地漏，工人就来了，来了之后上午10点半就给业主打电话，你赶紧把地漏给我送过来，我现在马上要用。那这个时候业主一定就风风火火的跑进建材城，然后随便买一个地漏就给送过来，不但折腾人，而且买的地漏往往质量不好，不下水啊，下水慢呀、啊，然后不防臭啊，容易底下往上爬虫子呀、啊，等等等等各种问题。所以地漏这个产品啊，一定是要在现在还没有开始铺贴地砖之前就准备好，而且业主最好是提前把心思花到这个上面，早早的把地漏选好，然后准备好，用的时候随时拿出来。你从外地拉过来的任何的水泥和沙子是进不了小区的。米字形的交叉啊，横竖斜，那就说明整个房子这个基建啊，质量是不错。这个已经可以直接铺地板。这里面比较重要的是这个叫325，而且我们还可以保存100组数据，沾灰主要是那个原因。它的成本啊，要比河沙便宜好几倍。就用灯从侧面照，然后完全是平的，掏了对。那当然是有，找原料赚钱嘛。现在做的呢，相对比较值。它的第一种应该就差不多70%的可能性。水泥标号也不错，那就看它强度嘛。物业已经说了，不能够做